湾联合校友会总会旗暨四十所校友会校旗旗队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各位嘉宾，各位校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2003年大专联合校友会会长徐涵美。我是2015年大专联合校友会会长许世尧。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大专联合校友会四十所会员校友会的校旗大游行。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迎大专联合校友会旗队中美国旗及大专联合校友会总会旗进场。今年刚成立的大专联合校友会旗队是由王胜坚教官担任领队，队员都是大专联合校友会的校友。正修科大校友会，台南大学校友会，文藻外语